上次我们测试奋斗者 VTOL 在重 0.6 千克时续航达到155千米，今天再重加大到 2.5 千克，继续对奋斗者 VTOL 续航能力进行测试。两块六载22000马的电池串联，起飞前测量整机起飞重量为 13.4 千克。现在我们规划好航线，准备进行测试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无人机知识。